哎，刚才奇怪，哎，很奇怪的一件事。刚才我听那个邓丽君的歌啊，突然听起来歌不像邓丽君唱的，好像那调调都变掉了什么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上面写的是邓丽君的歌，也没说别人在唱，图像也是邓丽君，怎么突然一下子的声音变掉了呢？啊，前面我讲了，外星人用了一个幕布啊挡了一下子啊，挡了一下子以后呢，那个。把那个外面的风啊挡掉了。实际上那个风啊，外面有风啊，外面有风的啊。一挡以后呢，火箭那边没风了。那个帘子呢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啊，随着风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把那个帘子动的那个声音呢叠加到邓丽君的歌上去了。所以呢，一叠加上去，听到的邓丽君的歌就不像邓丽君唱的啊，唱的那个很不好听了。所以刚才我就听到邓丽君的歌怎么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觉得奇怪哦，原来外星人告诉我，他用帘子挡了一下子啊，挡了一下子火箭啊，然后那个风吹到那个帘子上面的时候，帘子在随着那个幕布，就是一块布啊，就是一块布，白颜色的布啊，白颜色的布，白布啊。像那个白布啊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白布啊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就是像波浪一样的荡过去啊，像波浪一样的荡过去，荡过去的时候，就把那个荡出来的那个震动啊，就叠加到邓丽君的歌上去了，所以你怎么听都不好听了，就变，就叠加上去以后。频率就变掉了啊，变掉以后就邓丽君的歌就听起来就不好听了，感觉不是邓丽君唱的啊，实际上是，外星人在我这边，放了一块布，让我知道他们在干这个事啊，把风挡掉啊，免得到时节外生枝又推迟了啊，现在因为其他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火箭了啊，那知道了知道了啊，好知道啊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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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